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汽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37期的节目。今天觉得喉咙好像比较舒服一点，应该可以正常跟大家拍影片了。那做了很多期的官方的玩具，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来做一款第三方推出的、魔方推出的这一款致敬到 G1 Shockwave 的人物啊。规避版权的关系呢，叫做 Spock 啊。其实我查了一下单字，我查不到这个单字有什么意义啊。只好这一期的话，我们就用 Spock 来称呼他了啊。那么呢？终于的话呢，在魔方这里，我呢也把他们的狂派四天王给收集全部到齐了。虽然叫做小比例的玩具，但说实在话啊，魔方的小比例玩具呢，个头还是比较高一点点。这是官方的一个 Commander Class， 然后这是官方的一个Deluxe Class， 所以魔方的玩具比例来讲的话呢，当然自己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比例，可是实际上它的一个绝对值的话呢，还是比较偏大一点点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Spock 的话呢，说实在话啊，如果呢不跟我说呢它是魔方出品的话呢，光从它的一个外观的线条，还有这个摸起来的一个塑胶的触感来说，真的不太像魔方的这个产品的感觉啊，特别是这个塑胶的部分啊，跟之前推出的几款的话有着一个蛮大的不同啊，应该不是我的错觉了啊。那我们就暂时的呢，将几位这个之前已经跟大家做过分享的狂派成员呢给先拿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它除了这个人物卡之外的话呢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配件。这些配件的话呢，不外乎是这个替换手，还有多一条这个软管，它一共附了两条。那么这些小配件的部分的话呢，我就简单的示范几个给大家看看就行了，因为并不是非常的重要，在我来说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它自己有附带一把跟自己造型一样的这个 Shockwave 的这个手枪，那这个手枪的话呢，没有任何的涂装，也没有其他附带的机关。那么呢，在这个爪形的一个手上的话呢，或者是拳头里头有洞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做一个握持。那它的一个拳头的话，你看也是可以拳头里头有一个洞的。那这个替换非常的简单啊，直接转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替换下来了啊。包括的话呢，它的另外一只手的话呢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。不喜欢变成这个枪手的话呢，你也是可以直接的换上另外一组的这个拳头，两手都是拳头也可以，你喜欢对称的话呢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呢，它的话呢还有附带透明的这个部件啊。那透明的部件的话呢，其中有最有趣的呢是一个会发光的一个装置啊，它有一个透明的这个枪管，但是它透明的枪管内部的话呢，还有附带一个这个小装置啊，那个的这个组合起来之后，稍微往前一压，哎，就会发出一个光芒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把这一个稍微这样子对一下，再将这个手臂的话呢给组合上去。那么这个手臂的这个组合上去啊，它是有一个防呆的啊，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角度，稍微转一下就能够顺势的滑进去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呢就形成它的一个手炮发光的样子。比较可惜的是呢，这个眼睛啊，这个眼珠子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发光。虽然它有做出一个透明件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一个透光性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了，并不是非常的优秀了。那平常的状态下的话呢，我当然是不会让它一直发光的啊。那这个取消发光也非常简单啊，将这个地方给转开啊就行了。那我们的话呢，习惯上了啊，我还是会用这个淡紫色啊，这个做成它是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形象啊。那我们这些配件的部分呢，通通都讲完了啊，再来看一下。首先它的身上的话呢，并没有一个明显空洞偷胶的部分。那后面这一带啊，有一个重叠过来的一个部件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在外观上是感觉是比较碎一点，比较可惜的。然后它的后方有一个大背包啊，这个背包的话呢，可以装也可以不装。那么变形的时候呢，是必须把它给拆掉的。那我们就暂时的话呢，先以这个形象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了。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，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上下都可以动。胸口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透明件啊，这个跟官方 MP29 的一个配色，甚至在变形上也是有许多的一个相似啊。然后二头肌也可以转动，手臂是一个双动关节。那刚刚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到啊，有一个手掌的一个造型，以及它的一个腰身可以转动，裙甲的话呢往前可以整个的掀起来，侧边也可以掀起来，然后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啊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脚踝的话呢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一个小比例的玩具，这个身上摸起来的这个倒角处理啊，还有可动性啊，还有这个一体性啊，以魔方的玩具来说，这一款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啊，就摸起来的一个触感感觉
结构好像结实了非常的多啊，这个跟以往的一个玩具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觉。那我们的话呢，来给各位示范一下它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。尽管说是简单啊，初拿到的时候呢还是稍微伤透了一点脑筋啊，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拿起来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细的连接感，但是这一代的一个塑胶就是应该是尼龙啊，就比较有一个韧性的，基本上是蛮安全的。那我们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白色部件往前面推啊，可以把这个部件稍微推出来一点。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的话呢，其实呢，这个白色的这个背包的话呢，跟这个紫色的这个外壳的话呢，要把它给分开的话呢，其实还真的是不太容易，因为它卡得非常的紧啊。我把它拿出来，各位看了一下就知道了啊。这个部件暂时放到一旁去。它的一个背包的话是这样子啊，两侧有个卡扣扣进去，但是它并不能够完整的扣好啊。不是说不能完整扣，它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特殊一个角度。你要这样子也是可以，可能背包的更小一些，但是就是这个形状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收这样的，我个人是觉得比较不是那么优秀啊，不是那么理想，非常可惜。但是他既然付了一个背包给我们，就 OK， 就当做他有一个弥补吧。而且这个的话呢，在枪形态下是可以有一个当做一个底台用的。那我们就接着它的一个变形吧，这个部分的话整个都给拉开来，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按住，这个地方把它的身体的话呢前后给错位错开来，这里这样整个错开，再把这个头的话呢给推进去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手的话先往上伸，往上伸进来啊，你可以看到啊，伸进来之后，我们把这个首先是要记得把这个螺丝的这一面转到跟胸口同一侧，这个呢是必然的啊，转过来。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凸，这个凸要转到那一侧去，想当然尔呢，另外一边呢就会有一个凹。但是呢，先到这儿啊，先不要把它给扣上。先不要把它给扣上，我们要先把这个部件头给放进去。头，那这个头的话必须转正啊，两侧的这个同样那个角会影响到转正，稍微分开一点点，把这个部件给穿过去。这个凸啊要穿过这个地方，那前面这地方整个给拉直，这样子穿过它。OK， 到下面来，大概到这个位置，从它的一个上臂这两个部件中间是穿不过去的，小臂的话互相结合，所以只能从大概手肘的中间这个位置把这个地方穿过来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部件给做个简单的结合了。再来把这个部件啊，从这个地方给掰开，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作用，其实它能够卡得紧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块白痕啊，这个是我在推背包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怎么推的，推得太用力啊，怎么会被我推出一个白痕啊，我个人是感到不解啊。然后呢这一块部件的话呢，这一块部件啊，这个时候是把它给翻出来，然后呢将这个部件推到这，然后呢把这个两个部件翻下来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里卡进来，这里再把这里给卡进去就可以了，这边好，以及呢这里注意到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洞，它要卡这个地方这个凸，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有，但是我转错了啊，这个地方应该转过来这一侧。OK， 这里有个凸转出来，然后呢跟两侧的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结合，这里哎，好扣上。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紫色的，这里是有一个凸啊，这里它也是要扣进这里紫色的一个洞，这样子扣进去。 OK， 这样子一来都扣上的话呢，前面的这一个枪身这一带就非常的紧实。接下来脚的变形呢有点意思啊，那一开始看到说明书的时候其实看着不是很懂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这两个脚的话呢往下面拉下来，往下面拉下来，然后呢各翻转外摆链束的位置翻转。再来的话我们就开始进行脚的变形了。 OK， 我建议呢先把两腿给打开，这样看各位比较清楚啊。把这个地方给打开，从这个地方给翻开来，整个的都先给翻出去。翻出去之后呢先把这一块给翻出来，这一块比较容易忘记啊，这一块把它给翻出来，两层啊把它给翻出来。好，再来的话呢，这块部件整个翻下来之后呢，直接的这里面啊，这里有一个反光的这个铆钉，这个地方本来是这样，你转下来之后呢，顺着这个铆钉这个位置把它给转出去，转出去之后呢，我们到这一看你就知道了，这里不是有一个凸吗，跟这里有一个咬合的卡扣，就这样把它给顺势的给咬进去，顺势咬进去就可以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再做一个动作，把这个
脚底板抬出来之后翻转180度，后面这个地方斜一个角度上来，再来的话呢，透过这个地方，这不是有个连接杆吗，把它给往前面推上去。那记得推上来的时候呢，这个面板就要翻下来了，我们需要这个地方这个做一个结合卡扣，以及你要记得哦，我们刚不记得吗，这个脚是有往下面扯下来的，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持扯下来的一个状态，这里的一个结合卡扣呢才能够顺利的去扣得上，这个时候再把它往上面推上去，把它给扣上，脚的一侧的话呢就算这样子就算完成了。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的话，我们就再示范一次，我们先把脚给往旁边推开一点点，给各位看清楚一下这个地方的变形，其实是非常流畅的，这个地方可以打开，这个地方可以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打开之后这样子顺势的把它给转下去，转下去，然后的话呢从这个地方转出去，一直转出去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咬合的一个位置，把它给扣上去啊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看说明书呢完全看不懂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，但实际上摸索出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呢，就会觉得这个变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啊。然后把这个地方给翻出来，两层翻出来，好的，最后的话就利用这个连接杆把它给往上面推上去，然后呢跟上面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咬合，这个地方记得做一个咬合，这边对准一下把它给扣上，以及呢这个地方要记得，这个地方整个给往下面拉下来啊，这里往上面推上来。好，那这与此同时的话呢，两侧当然也是要顺便做一个捏紧了啊。那我们下方这里也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把它给咬合，然后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比较可惜，它是没有办法，没有一个卡扣的，它就是往后面放，就是放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把这个地方稍微做个填充啊，仅此而已。然后的话呢，两侧的这个枪柄的话呢，记得把它给压紧。好，那这一带的话呢，就是这一带的话，有时候啊，这个有时候不小心把它给推进去，我个人觉得，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如果你不在乎造型的话呢，其实这样已经差不多算是变完了。以及呢，这一带，我们这两侧的话，我们尽量把它调平均一点。以及最后这个地方把它给压回来，这个地方我是把它推到前面，是方便我做一个变形了、啊、压回来。还有这个像是瞄准器的东西摆过来， OK， 我们这个这里啊，这里的话呢它是怎么说呢，这里看到了，这里这个脚的话呢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凸，它是夹住中间的这个原本裤裆的位置，只是左右两边挨上去而已啊，并不是要扣前面这个洞啊。我本来以为这里面这个凸要扣前面那个洞啊，啊，后来发现根本就不需要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一个变形已经算是完成了、啊。我们来看到这款 Spork 的一个枪形态。首先呢、哦，我呢，把它给拆开来，将它原本这个发光的这个装置呢给安装上去啊。我想呢，给各位展示一下它这个装上去之后呢，前方的发光效果就会像这样。其实并没有很理想了啊，只能说有了啊，但是。某几个特定角度看还行啊，但如果从这个地方看，因为明显的这个之间的距离确实是远了一点，而且它是单独靠一侧、啊、并不是两侧都有。那 anyway 就是给各位看一下，反正它就是还是一样可以装了啊，但是还是一样可以装。那手枪的大小的话呢，比一个官方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稍微再长一点点，宽度的话呢倒是窄了一些啊。原则上呢，我们以载具的话呢，我们完全可以将它视为是。官方 Deluxe 等级的一个玩具了啊。然后呢变形完成之后的一个紧实度确实是非常的好啊，基本上一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足够。那么这个软管的话呢也不太容易掉、哦、我基本上呢从装上去到现在经过数次的把玩啊变形啊什么的，从来没有掉出来过，所以这个插孔的这个密合度应该是非常之不赖的。然后这个底座的部分呢，就它不能够扣得很紧啊，但是你扣上去的话呢，只要你稍微的去放一下啊，不是特别去推它的话呢，原则上放在桌上的话呢，一些 OK 小一点的风吹草动也是八风吹不动的。那么在枪形态下的话呢，我就是觉得这一代呢没有能够扣紧，是稍微有点点小可惜。其他的话呢，倒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。这一代有个空洞，那你说没有这个握柄啊什么的，这个我想这个小比例玩具也就不要要求的那么多了。这个紫色的话呢也是挺好看的，跟官方 MP29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相似程度啊，上半身的变形感觉也是蛮像的，脚的话呢是有一种新的一个玩法。
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一款的一个 Spork 的话呢，变形的话算是非常的有趣，特别是脚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它的一个塑胶啊，真的摸起来跟过往魔方的这个玩具感觉有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啊。然后配件的话就是大量的替换手以及这个发光的装置啊，然后整个一个玩具的质感涂装来讲的话呢，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，个人的话呢还是比较推荐的啊，毕竟是这个狂派四天王之一啊，其他几个这个成员都已经到齐的情况下呢，这一款 Spork 的话呢算是填补了 Sharkway 的这个位置吧啊。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